快手直播点亮红心有什么用？快手直播的时候点亮红心可以给主播增加人气，代表人气值。爱心越多，证明主播的人气越高。不过爱心不能换钱，只有礼物才可以。但是点的爱心多了，人气就高了，自然有很多人会给主播送礼物。所以对于一些主播来说，红心更重要。每个人每天最多可以点亮100颗爱心，直到红心点不亮为止。主播每天收到300个红心，就可以在同城上显示自己。快手是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产品，快手的前身叫 GIF 快手，诞生于2011年3月，最初是一款用来制作分享 GIF 图片的手机应用。在2012年11月，快手从工具应用转型为短视频社区。